然后因为我坐黑衣杨明生日，4月23日，生日快乐，坐黑衣杨明。之后我哋买咗呢、这个，唔系呢个，系呢、这个，搵紧。买咗呢、这个，插喺花度，一线画俾大家睇下。已經全部插曬啦！依家我就淋水，依家淋水。今日我生日啊，生日快樂！4月23日，楊明，差二楊明生日快樂！我以前破解澳門通關嘅時候，我 set 好咗，即係我 set 咗個破解程式啦 ，set 好咗佢啦。每次一破解完成咧，就播獨角獸高達嘅音樂，Gundam UC 嘅音樂，Gundam Unicorn 嘅音樂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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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咁樣，
每破解一张卡就补一次。今日我生日，我生日复诊嘛，睇精神科医生嘛，喺青山度睇精神科医生啊。然之后喺青山路见精神科医生，医生唔知睇到封宿舍信，宿舍信写住我听到个声噶，自己同自己讲嘢又话自言自语啊。依家谂我同幻听倾偈啊，梗唔系同自己同自己倾偈啦。佢話我自言自語啊！啊，你估好似啲人咁扮幻聽、扮聽聲咩？自己同自己講嘢咩？我係聽到聲同啲聲傾偈。問我有冇啊？我梗係答冇啦。你都唔知宿舍邊個篤人啊？定邊個篤人話人哋自言自語啊？話人哋啊聽到聲，你都唔知篤人阿媽做鬼啊！屌個老母，得佢食屎啱啊！篤人。都人真係食屎啱，一定係啲好人啦，啲正義撚嚟嘅，有啲好人啊，道德撚啊，係啊，啲好人道德撚嚟。攞件新衫，我阿爸買俾我啊，我阿老豆俾我啊。我老豆今日俾咗2500喎，我老豆今日俾咗2500喎，生日啊！佢個個月都俾2500啦，不過今日生日佢俾2500我咯，又俾2500我，個個月都有俾2500我啊！香港警察講啦，香港警察講，佢個月都有俾2500喎。香港警察講，咁啊生日又俾2500喎。香港警察講，人都想扬名死，扬名偏偏生。
生日嘅最佳飲品，真係最佳飲品，海味佳品，海味佳品。生日快樂！